看到山坡上娘们儿啊，怎么样，想想办法干他一炮，轰出去了，干，给我打，直接瞄准了，轰的，打得不错，班长，你的意大利炮呢，给我拉下来，开跑，开跑，看见没有，小逼鬼子也是丁点养的，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。别老，你开炮啊，就回家哄孩子去吧，打什么坦克。